是先前被拍到和威风代言人孙麦杰在街上互动亲密的画面，看起来十分甜蜜。随后蔡瑞雪在第一时间认爱，俊男美女的组合收获不少粉丝祝福。在圣诞节当天，蔡瑞雪首度晒出两人的合照，甜问网友两人是不是有点像。只见小两口在四个照片中亲密的紧贴彼此的脸，蔡瑞雪还亲吻孙麦杰的脸。此外，蔡瑞雪公开了四个照片的影片版本，以及孙麦杰搂着他在圣诞树前的合影，让网友们兴奋直呼两人真的有夫妻相，太可爱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孙麦杰晒出了女友视角拍摄的影片，只见他头上戴着蔡瑞雪的针织帽，抬眼望着镜头，而蔡瑞雪只有手指出镜，拿着玩具熊向镜头打招呼，引来不少粉丝留言大赞真的好可爱，并写下圣诞祝福。Bye.